哇，这一个等于是追平分就上垒了。这一球打到了左岸野，放下了飞球，左岸是往后退，退退退退，一退再退，没有的退啦，红不啦。超前分把自己打回来啦，可怕的猛胖连线，这样也可以叫猛胖吗？哇，这一棒打出去，我在啊，代机大掉了，5-4。林鸿玉本季的第10号的全垒打，哇，真的是被他逮个正着，可怕。这局上来出棒真的也是够果断的啊。上来抓第一颗球，最后的一个击球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。现在分数5-4，没错，桃园队再追加2分，反而又超前了。哇，所以刚才这一个让脚程不是很快的蒙达拉靠内野守备的失误上垒哦，损失是很惨重哦，但这个球真的被他逮个正着，而且其实这个。小胖，恐怖的小胖，很会打变化球。其实不是速球，但他也厉害，变化球他也很厉害。